那一个红线的诞生呢，背后都有千百双手呢相辅相成哦，把他们推上这个舞台。那今天我们就要见证两位超级红星的诞生。所以他们去年是拿第十座，今年是第十一座。不是不是，去年是第十座，今年是算也算第十一座了。对，那所以是一样的啊。哎，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怎么说呢 ？Why ten plus ten equals to 11 plus 11? Because 10 plus 10 is 20. 11 plus 11 is 22. 好，谢谢陶子老师。不是，我在算。不好意思，我是网红，我在算。哦什么？哦什么 ？OK OK， 好。我们在算这个数学当中，马上来看演出，好不好？有请我们的超级红星 Rebecca 还有 Felicia。演艺事业是一场精彩的冒险之旅，也是一场淬炼人生的冒险。因为梦想，所以投入；因为热忱，所以执着。不如我们从头开始吧。Rebecca Lim， 那已经是以前的事了。那好啊，给我看看你的实力。你到底有什么爱好？我是一坛奇葩，会大放光芒的。十大最受欢迎女艺人，陈凤琳，是不是有什么苦衷，所以要隐藏身份呢、啊？陈静轩，我手上这个讲座对我来说就像一贴兴奋剂，这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新的起点。可能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我有机会站在台上，但是还是要感谢你们。Thank you so much。真的要跟你多多学习呢，学习倒说不上，不是你想学就学得了。我什么角色都可以，你上来我怎么再跳下去？你总算给我留下一点印象。西屋命令你们两组调查节目捧阿姐，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多做事少说话，只会越做越好。红星大奖十大最受欢迎林慧玲，我当演员不是因为钱。讲钱伤感情，我们讲心吧。最佳女主角是这条路不容易，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我相信还有很多的十年等着我，我一定会呈现更好的林慧玲给大家的。谢谢。掌声欢迎超级红星领军的表演。
谢谢两位超级红星还有创立五方带来气势磅礴的演出哦。桃子姐，你知道他们刚才这个手势舞，其实就代表说曾经扶持过他们的每一双手啊。是的，他们也是想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演出来答谢每一位曾经给他们的鼓励和帮忙啊。我觉得很感动哎，因为在后面的这些双手就很像是不但是幕后工作人员，还有长期支持的歌迷朋友们，是是是，对影迷朋友们，所以其实每一双手都是力量，每一个粉丝千万不要放弃我们，如果你爱上我千万别走开。好的，那既然这么重要的一个超级红星呢，我们就要用很特别的方式来献奖了。是是是，既然你都说嘛，对，这爱上他们千万不要走开，他们今天不走开，直接上台颁奖。好，我们邀请他们的粉丝来颁奖。没错，首先欢迎凤麟粉丝团的主席 Ivy 来颁发这个奖项，已经支持他十多年了，从入行到现在哦，真的很难得有粉丝颁发超级红星奖啊！粉丝团的主席哦，没错。好，那接下来要颁奖的有请，就是 Melody。 那 Melody 呢也是 Rebecca 的粉丝啊，从小就很喜欢看她的那个电视剧，然后她其实也是刚才啊其中一位表演者，那跟偶像一起表演在舞台上，我觉得感觉是别具意义的哦。好，那这个时候呢要邀请超级红星 Rebecca 来发表得奖感言。小时候那胖胖没自信的我，做梦都没想到会有今天。我入行的时候是带着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我知道如果没有大家给我的爱和上天的恩典，我是不可能走到这里。所以此刻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演员需要机会，谢谢公司TCA 监制导演制作公司所有的工作人员们，谢谢你们给我发挥的空间。英语剧是我的起步，我是不会忘记的。这行不容易，默默付出的幕后工作人员们，我们一起加油。粉丝们，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一直给我的厚爱支持和鼓励。我承诺，无论我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一定会尽力做最好的榜样。经历过的每一段感情造就今天的我，谢谢我的家人，阿妈我爱你，我的烘焙师的哥哥、牙医的妹妹，大家有需要可以去找他们。Matt, thank you for being my peace。我的爸爸妈妈，我最强大的后盾，你们教了我，当生命不如意时，还是要继续坚强、勇敢的前行。我知道没有永远的高峰，但也不会有永远的低谷。我愿意接受生活给我的每一份礼物，无论是好的坏的。我会继续坚持、认真、感恩，继续优雅地做最好的自己。这礼物是大家给我的，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谢谢大家。再次恭喜超级红星林慧玲。接下来我们有请另外一位超级红星 Felicia。二十年磨一剑，今年是入行第二十年，恭喜你哈！对，谢谢桃子姐，谢谢李腾，李腾，我要谢谢你啊！要不是十八岁的，不是我结婚了，没有，我还是要谢谢你，因为十八岁的时候你把《才华横溢出新秀》的那个填表给我，要不是你，可能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不是这个话就别说了嘛，那个 referral fee 给我一下就好了。那个我。Anyway, 我真的要谢谢新传媒，谢谢大家给予我这个荣誉。我真的想要谢谢观众朋友们，无论我是陈敬轩或者陈凤麟，你们依然的支持我。然后我也要谢谢我的粉丝 Felicity, 这么多年你们一直在我身边，真的谢谢你们。We did this together. Yeah.我十八岁进入这一行，懵懵懂懂的来到这里，我觉得我吸取很多养分，学习成长。我想谢谢新传媒给予我的栽培。我很珍惜每个奖项，无论是新秀或者是超级红星，因为这个奖项背后有无数的双手扶持着我，所以我想要谢谢每一位扶持过我的人，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予我机会的伯乐。我要谢谢我天上的爸爸，谢谢我妈妈 ，Thank you for always being so proud of me。我要谢谢我的老公，
谢谢你，每次我想要躲起来的时候，想要放弃美丽的时候，你都不嫌弃，你每次都鼓励我，所以我要谢谢你。最后我觉得超级红星不是一个结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希望下一次呢，我可以凭演技奖项再次登上这个舞台。谢谢。然后最后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眷顾看着我，因为没有你们的鼓励和支持，我真的没有办法继续的成长，所以我真的只想说谢谢大家，谢谢你。再一次恭喜两位超级红星。的确哦，这个不是一个结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没错，我有注意到凤玲老哥老公现在在这边怎么样，红了眼眶吗？好帅哦。哎，老公我们抱一下啊，庆祝庆祝庆祝啊！好，开玩笑的。